本期您将看到成人组第31场的比赛，先声夺人，就演演西游之啊，来呀、啊，爱人转走动啊，人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情郎啊。海选比赛，哎呀风大里呀，月呀出正风啊，南唐王皇啊，丁香宝琼啊。选手看着在台上挺成熟的，动作做的那没问题，你们俩很沉稳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。你别说，学的挺好的，就是没有舞蹈动作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组第31场的比赛。本场比赛依然有3组选手和上期擂主共同角逐本期的擂主宝座。首先为您介绍来自吉林省九个地区州的现场的120位大众评审，他们当中5000、7000、8000、9000后各占20%。接下来为您介绍现场4位重量级的评委老师，他们分别是来自黑龙江省的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张野老师，欢迎；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，欢迎；长春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、众多转迷心中的女神严淑萍老师；最后一位和我一样中老年妇女的偶像佟长江老师，欢迎他们。我们还要感谢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。而在现场大家所能听到的非常美妙的音乐是出自于小蜜蜂乐队之手，辛苦了。来吧，现场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二人转总动员精彩露面。耶，首先看他们先声夺人。先声夺人，此环节为选手小帽展示环节，评委点评不打分。乐队那拉
再次登上《二人转总动员》这个舞台，也不知道观众朋友们能不能认识我。小妹妹送情郎啊，送到了大门下，一抬头我就看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那三两个啊，想起来做小妹的事儿吃不了那两东西呀，吃不得凉的不行了。小妹妹送情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看见了王八驮石碑呀。小姐刘凤英啊，哎，刘小姐哎位高郎啊，刘小姐哎位高郎啊，他开的那个香啊啊香啊啊香呀，我相思病啊，哎哎呀，咱那个哪里呀，月牙出的更小花篮啊，三朵朵爱林英女啊，三朵朵爱林英女啊，他才得那个香啊啊香啊香呀嘛香死别呐，哎哎呀，是啊刚啊里呀，月牙出的正西呀，爱保佑主啊，他才闯出了餐呐啊餐呐，餐也不餐也是呐，哎哎哎呀，爱伍子胥爱保佑主，伍子胥爱他才闯出餐呐啊餐呐，餐也不餐也是啊，哎哎哎哎。咱俩必须得守擂成功。呀，更啊里呀。
说唱是泪呀、啊。秀啊，落下了我们那个伤啊，又伤啊，哎呀，我穿上起泪呀、啊，哎呀！虽然说只是看了他们的小帽表演，我觉得这场比赛一定会非常非常好看，因为这几组选手大有来头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场上的第一组选手，他就是来自于咱们公主岭的李友、潘凤玲，欢迎他们，绝对的二人转爱好者。那这二号选手来头不小，很多一直支持我们总动员的朋友一定还记得，或许看他这个扮相啊，可能有点认不出来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他就是咱们第一届大赛的冠军张立辉，掌声送给他。而他旁边前来助演的这位来头更大，我省著名的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董宝贵老师，掌声欢迎他。董老师，你来了，我们就得破例让你在这个环节说两句。今天呢，因为什么呢？身边这个立辉啊，我们曾经共事过、也在一个单位，孩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好。恰恰呢，我刚才也想到了，其实这个舞台是打造明星的一个摇篮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我今天也炸着胆子也来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栏目非常非常的好。同时呢，我也祝愿我们这个二人转总动员呢越办越好，在这个栏目走出更多的二人转艺术家，好吧？明星好，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今天的三号。梁世杰、张柱子来自德惠，掌声送给他们。也是非常喜欢二人转的。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期的擂主江有利和王东，掌声欢迎。哎呀，那我觉得今天呢，我们的江有利、江大美，江大美同志，今天你可是来对手了。看不看这二号挺漂亮啊？你说两句吧。我呢，我虽然说是线条不美，脂肪成堆，但是我相信我在观众眼里永远是最美的杨贵妃。二号啊，咱们的上期擂主可表态了，你说两句。其实呢，我来就是奔着擂主来的，希望好朋友们能够支持我，鼓励我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看着这火药味已经出现了啊！来，接下来我们有请张野老师吧，先给我们点评点评。这期非常有看点，哎，因为有两个大反串，各有特色。各具千秋，先说说第一对吧，那没有辙，不上辙不行啊。说是你们俩刚才唱那个那几段，基本上都串辙了，都串出来。二号这个，董老师都不用说了，就是咱们，甚至咱们东三省的大手哈，这个全国大赛都得过大奖的了，而且他还是助演。那么说说这个上庄，这个上庄刚才哎太好了。就那种女人呐、那种千娇百美呀、羞花闭月啊，整个都表现出来了。三号唱的也挺好的，但是我没有说我刚才跟杨老师我俩是一个意见，就是说，唱这个月牙五更啊，有点不太讨巧。这个第二段我听了，那个男的也唱的好像有点掉辙了。咱们这个擂主啊。还是不错啊，味道非常足，二人转突出二人转那个味儿了。整体看咱们这期非常好啊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好戏已经上演，来，接下来让我们看他们的拿手好戏。拿手好戏，此环节为选手正戏比拼环节，评委打分，分数低的一组将被淘汰。其余选手进入下一环节，进行才艺比拼。
两袖清风啊，嘿呀，你儿抱我，哎呀。哎呀，哪里呼嗨呼嗨，金光闪呐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！四海之内呀美呀，名表啊，哎哎呀哎呀！五峰楼前领了圣旨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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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六月里图啊纸又奔大了啊，哪一海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哪里呼嗨呼嗨，哪里呼嗨呼嗨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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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岂敢那大旗呀头前引路啊，发明这校尉紧紧跟着啊，九匹那豹啊马呀，那都来回报啊，是等腊月转回朝啊。相爷出师在北国半年后啊，一到那金龙宝殿就把旨来交啊，宋王爷准了包公那一个月的家，哎哎哎哎呀，相爷回到那府内心内发焦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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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哎哎呀，包相爷刚想那回家看恩嫂啊，老家园报信儿传噩耗啊，相爷的恩嫂跪天而去呀，报相爷闻听此然泪儿滔滔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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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去了我上还山了小猫啊，捉去了啊龙啊跑，还山了小再脱去了玉带，我换上了小带呀，哦你呀草啊雪白不薄啊，北方凛冽刺骨的冷啊，老天爷不啊住将
乌鸦就在当空儿叫啊，宝箱也泪呀水呀在了腿叫啊。包相爷不坐大轿骑白马，出城我路过了那个小石桥啊，去马家边来得快，让老公不远那都来呀，来到了啊，哎呀，包相爷翻身下了马，家院接过马鞍桥啊，那不就把灵棚进一进灵棚，我仔细瞧。李大哥，我听说你是出租车司机对吗？对呀。平时活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的活老好了，因为呀，我遇上顾客呀，他一上车，我给他唱鞍转。哦，就一边坐你的车还可以听你给他唱二人转。对呀、啊、哎，这个没感受过、哎、你试试。我试试、啊、试试就试试。 那没有车呀。啊，这到电视台来怎么可能没有车吗？来，把我的专车开上来怎么样？这车就这台车呀，还不敢我那台呢，太简陋了。电视台主持人舞台专用车。那好，我就坐这了。哎，好，好嘞，您坐好啊。哎，好，我要开车了啊。好嘞，走吧。哎、别走，把安全带系上啊。好，咱注意安全啊。好，系上。好嘞。里有我赶到小马轮儿啊，伸开胳膊啊，腿儿啊，驾。哎，往哪儿拍呢？你赶毛驴你拍我干什么？你太坏了，李大哥，你太坏。我不跟你唠了，我跟你媳妇唠去。这李大哥没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没这样的？没有这样的哈。对呀、啊、哎，我听说你是理发师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、我是理发师啊。平时生意怎么样？哎呀，平时生意老好了，因为我天天吧，我边给他理发边给他那啥做头型，边唱二人转。哎呀，这俩人生意都这么好，这钱都让他们两口子挣去了。但是一边剪头发一边还就听着理发师唱二人转，这感觉挺有意思哈。 啊不信你坐那儿，我给你换个发型。那我坐这儿啊。你坐这儿，我给你换个发型。就换个发型、啊、我看他能给我换个什么发型、看看啊，我给你、啊、哎呀，还挺专业。你别把头发茬整我衣服里边，你轻点勒掉。哎呀，我要开始剪了啊。啊啊啊，看一看那个小外孙啊，肥头大耳多么精神、啊、你一边拉去吧。不是 这两口子一个鼻孔出气的，是不是？蒋百森老师，你来说说他俩。那个我感觉啊，他是充分的运用了二人转画出画入这个艺术形式啊。刚才演得非常好，你就请着吧。我就受着呗，意思。好吧，那我就牺牲一下我自己。但是他们唱的怎么样？唱的不错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二人转呢，这个曲调是东北人都愿意听的，都耳熟能详的，但是呢，它有个节奏问题，这二位呢，就是在节奏感这块欠缺不少，应该以后要补上这一课，将来还要细致琢磨一下。另外，我感觉啊，声音啊什么的都不错，嗓子能够唱到这个高度，专业的高度，我感觉的已经很不错了。继续努力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杨曼森老师，谢谢。来吧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。哎呀，干娘，请董宝贵老师来给我做主演，其实比我自己唱还要紧张。李太后叫上中华干娘走。头摇
本是啊村野一穷汉哪、啊、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，进皇宫享清福我可受不了、哦、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、哦、啊，干娘你从见天日比啥都好、哦、孩儿我愿留在这破瓦寒窑、哦、啊，儿知道您老的腰腿不好、哦、回皇宫睡炕头可别睡炕梢、哦、啊，儿知道您老的眼神不太好、哦、走道时千万可叫人搀扶着、哦、啊，儿知道您老的胃口不好，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，多吃点鸡蛋糕，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哪、啊、怕的是从今往后再也看不着啊，我的干妈呀，干娘，恨儿兄没好东西送给干娘你，只有这要饭用的八拉葫芦瓢啊，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半碗啊，趁热乎喝下去，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！范仲华跪地磕头，眼泪哗哗掉啊！干娘，干娘。好跟娘走，搀扶干娘离寒窑啊，太后坐轿上大队，老包骑马紧跟着啊，他把包公端太后，下回再唱大龙台。
接下来请收看海选比赛。我的名字叫做王天畅。我的名字叫做范泽奇。接下来给大家来的小帽是月牙五更。月老师请。哎呀，一对小选手看着在台上挺成熟的。学过几年了？学过一年多。啊，这小女孩原来你是学二人转的吗？我也是学拉丁舞的。学了几年拉丁舞？两年。啊，现在展示一下好吗？好。那你，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哎。那你学拉丁舞为什么还又学二人转了呢？就是我妈妈嗓子原先也是学二人转的，哦，我们家人都很得意这一行。哦，完了自从就是我妈妈嗓子唱不了了以后，我们全家人都想让我继承这个行业。好，学二人转好，比跳拉丁舞好多了，是吧？啊，人还漂亮啊，那还年轻，嗓子也唱得也很好。男孩是怎么？我要学鞍转，我爸不让来。爸爸不同意啊。嗯，为什么不同意？让你学什么呀？我爸是让我学那个什么钩机什么玩意儿。钩机啊，就是开钩机，就是那个，学那人有技术，对鞍转有偏见嘛。嗯啊，那像后来怎么坚持下来的呢？后来我就是在家磨叽，我爸总天天磨叽，天天磨叽。我说爸，我一定要学这个二人转。好，我爸才让我学的。同意了是吧？嗯，刚才这个小帽完成得很好啊，唱段正戏听一下。嗯，接下来给大家来的是门篮球片段，乐队老师请。才十一二啊，那咱你才十二三呐，咱俩就像亲兄妹，常在一块儿打连连。任兄你帮我，我帮你挖过去马菜呀，哎哎哎呀，贤妹你教我。在河边一块烧锅，烧锅那个野鸭蛋呐，哎哎哎呀！入家门我扮娇妻，我扮妇男呐，哎哎哎呀！好嘞，好，这个水漫蓝桥这一段非常美，我也特别喜欢这段慢戏唱。其实动作是为感情服务的，
就这种就是蓝瑞莲和魏奎元，现在你们已经16岁了，我看，就是他们俩这个爱情故事，像在河边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。那个时候两小无猜，两个人在河边，是吧？两个人一定要琢磨，就是，你们的老师怎么给你们排，你们俩怎么去演，动作做的那没问题，你们俩很沉稳。再一个就是这男孩的声音，一定也别不敢唱。现在今天我发现是不是第一次来啊？嗯。哎，就是一定要撒开去唱，无所谓。唱错就是我嗓子就这样，让大家我给展示给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展示给我们评委，就是我的嗓子就这样，看行吗？行我就进，不行我回去再好好学学。得有这种心态。你现在唱也不敢唱，说怎么唱呢？就说别唱错了，唱高了上来还怕评委有意见。因为之所以你们往台上一站，就是让我们评委给你们提意见挑毛病的，就是以后对你们的二人转事业就是前途会有好处的啊。通过，通过。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。哦，平时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就是画画，平时就是自学的。哦，一看像画家，头发再长点更像。画什么画？就是以山水，山水画，以山水画为主。对。为什么想唱二人转了？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。哦。咱们那个栏目我天天看。是吗？几乎我天天看。哦，在你画画之余，看看二人转。对。也是一个美好的图画。对。今天带来什么节目了？那个小帽那什么吧，小拜年吧。小拜年，好，来，有请乐队老师。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，家家团圆会儿啊，少的给老的来拜年儿啊，也不论那男和女儿啊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呀，都把那个新衣服穿呐、啊，哎呦呦呦呦，都把那个新衣服穿呐、啊，哎呀。哎，你别说，学的挺好的，就是没有舞蹈动作。对，我没学过，主要是。啊、嗯，不会扭啊、那你还会唱什么？唱歌？唱歌我也会。那就唱首歌，大家听听吧。唱一个《三国演义》主题曲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那个。好，来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。山就在几度相逢，白发依旧江渚上，观看秋月。这一首男中音的歌曲不太好唱，这个啊，唱戏会唱，就会唱一段《马前泼水》吗？马前泼水那一小段吧。一小段啊？那你还想唱吗？展示一下吧。展示一下也行。好，来，你自己唱吧，乐队跟。回来我砍柴的樵夫朱买臣呐，啊啊啊！天下三尺。鹅毛雪，山野荒郊，断行人呐、啊。
柴驱寒，心中暖，饮血读书更提神呐、啊。这书中明理，妙趣儿无尽，讲伦理论道德，字字中千金呐、啊。手捧诗书往前走。好，特别的感谢你能来到这个舞台上，因为你是属于自学，二人转挺难学的，不像那个画画也挺难学的。其实你能把画画的那么好，将来二人转也会学得更出色。谢谢老师。但是你现在离参赛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远，但希望你学好了之后再回到这个舞台上。待定。待定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组第31场的比赛。你过来还有点事儿啊，在外面没有帮词儿啊，怎么个人啊，气上门啊，天气也当天魂啊，看一看我爹我妈，我的就老丈人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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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回家，他二嫂老家园报信传噩耗，乡野的恩嫂归田去，包小爷闻听此言泪儿哦，我还没想到，真是那个包公吊孝能唱这份儿。四位评委老师，请行使你们的权利，分别为他们打分。国文音韵提醒您，下期更精彩。